一定必买的 Coach。那它是1941年创立在纽约，那它是一家就是专做皮革的精品。这一次呢，我在我的加州 Vegas 的地方呢，我就去逛了Coach 包包，然后呢，它包包呢最大的差额呢可以相差到台币10000块以上。然后呢，你在美国呢，如果你是来这边玩，你就可以大量的购买，然后呢送给你的亲友姐妹。像我这次在 Vegas 里面，我一走进去，那个店员就给了我50%的折扣券，所以呢，这些包包买起来总额还可以再减半折，真是太厉害了，是不是非常便宜呢？所以呢，来美国一定要买 Coach 包哦。介绍就是 Nike 运动品牌，还有其他运动品牌在加州呢这边 Outlet 你都可以找到。在美国这边买呢，大部分的鞋子都可以50%以上哦，非常非常的便宜。大部分的人呢来加州是疯狂的扫货，尤其是 Nike， 它是1962年它在 Santa Monica 第一间的销售 Nike 的鞋子，所以呢 Nike 在加州买呢肯定是最便宜的。所以呢，请你们呢记得来加州一定要带走属于自己的一双运动鞋，好吗？ Oakley 不用说。对不对？所有的运动员，对，大家都在用的。真的，看着这个 logo， 虽然台湾没有专卖店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对不对 ？True Legend， 对，这一个。哦，有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有。501，不用说，你只要讲501这三个数字，你就知道是什么牌子。美国的老牌子。哦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对。还有这个。这个。新潮款的。Seven for all mankind。欸，我上次有朋友来就专门要找这个牌子的裤子。欸，对 我跟你讲，我带一个男生的朋友来这边买东西啊，他进一个牛仔裤店7个小时他才出得来。一个男生哦，比女生男生哦。对啊，所以你这个男女都爱。发现很多台湾的地方刀卖得很贵，尤其是好刀卖贵很多，外加你要花很多钱，他连让你试拿试切都不行。你花个几万块，你不试拿不顺手怎么办？对，刀重点的是你要拿得顺手，要切切看，对不对？投资下去就是要来到自己顺手的。就算说，比如说这两把都是6寸的刀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顺手度就不一样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它的刀型不一样，有没有？有些手大的可能就会这个比较顺手一点。然后也有长的刀啊，比如说这种，那这个就是8寸的 Whistle。因为台湾 大部分知道都是双人牌，其实除了双人牌之外，有很多别的好牌子啊，不知道吧？那这是日本的 Shun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呢，真的是买刀是个好事情，因为很贵，然后在台湾真的好贵。然后那另外锅子，台湾锅子贵。那像我知道台湾现在，我看到他们有一些。有这个 Scan Pan 这个牌子，这个是丹麦出来的 Scan Pan。哦，是。它的好处呢，像我才刚在跟我台湾的朋友聊到，他说他妈妈是个砂锅高手，一年砂一个锅，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不粘锅，一年砂一个。我才跟他在网有视讯，我还跟他弄给他看，我说这个你可以用那个金属的东西在上面，我还拿一个。就是拿一个汤匙就刮给他看，他吓死了。我说好，我说帮你带一个锅回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卖可能是这边2-3倍的价钱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不要忘了一定要订阅哦。我们的 Facebook、YouTube 到微博上面都找到我们哦。